就不是一下子30万，那总归总体有30万的。我现在有点不把我当人了，说实话，我看他出的这个装备，我就觉得他有点不把我当人。他出了个蓝水爹，不问他怎么想的，我没钱啊！你看他这有啥伤害啊？出个蓝水爹。哇，秀！对兄弟，结束了，这把对面应该五分钟点的，我去玩 FPS 游戏去了。已经，这兄弟说：“妈的，这什么怪物啊！玩不了了，玩不了了。”这人已经被我打傻了，这哥们傻了都。他说：“老子这辈子没见到过女警伤害这么高。”你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意思呢？这些人，还不点，在等啥呢？
这把牌的这辅助还挺厉害的，说说。带这个消息，他才能偷我的桃动物。低了吧，低了吧，队友香炉呢？黄秃塔呀，这边很像。
上路线，上路线别管，盖伦别管上路线，这不，你来下，你来下，他上路线会推过去的，他没人管那个线会推过去的，来下给他们压力。他武器必须得去，他复活必须得管上线，我们都被压下路，靠我，靠我一下，靠我一下。中路线也会慢慢过去的。你俩复活，把那个下路线管了，我们三个可以推，你俩管下线，别让武器把那个高地开了。走吧走吧走吧，武器逼的，走吧走吧，武器逼回来，再带一波下路线，再带一波。再带一波就过来，你不然他一直给你边路压力，你会很难受的。啊，真的，对面跟这有病一样。无所谓的，这个装备厉害，主要是应该杀不了他们，他们人逼了。你下路带，你下路带，干了继续带，干了继续带，回古十来中，我们三个走一起，你们三个，你们走了就来中，往中靠，往中靠，干了继续带，他们下路没人的，追住一个唐唐，你站在兵线里面，唐唐拿你没办法，我会往下路转的。还有一个武器，路边线又要去管，一直掉人，一直掉人。他们没人守线，你能不能来一波啊，大哥？
妈的，这路人局玩的是真恶心啊！上路推呀、啊！妈的，六台炮车兵要去打远古了，去死吧！真的，打什么游戏啊？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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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操，这种局怎么遇到一个带线的这些人都晕的，我操。